ทนแกงปูนกู้ยืนฉันมันนาหังตัดเจงเต้าไม่จิตยิ้วกำสินทูยืนแหลงตัดยิ้มมางอนจกอีเหล่ายังสินงกยาวลอยต้อปูยังว่าแม่งชาง้ำฟองไหวพูนยัดกินตืดชานงอนเชงไหวไหวงอนยืนบานจกไก่ชิมยันยินเก้างอนเชงยิ้วแหลงพูนฉนงอนไหวชาหมวยก้าตืดชานยินงอนปัดสิกคองไปชื่อจื่น在灵光寺办作解签之人，以求线索。今日治理清闲，无人进香，不亦且往闹市长街留心探访，务求水落石出，就此稽请。我唯问父母，应把原案查明啊！愁华章，几愁经，回首前尘如幻影，玉瓦堂，满有好佳名。Yeah.
一发作难，丫头心啦，妹，咪怨天怨地啦。呢间寺系好靓噶，啲菩萨，快啲入去求支签啦。阿弥陀佛，请问施主是否进香，代贫僧添香，鸣钟敲磬啊？系啊，大师。因为我个新抱咧想求知行人卦，素养贵子嘅菩萨系最神灵。过奖啫，过奖啫，过奖啫。等贫僧拎个签筒俾你啦，吓、啊。咦？哦，乜你呀、啊？你真系似一个人啦。诶，请问大师你尊名贵姓啊？先唔系我，我当然系人啦、啊。做和尚都是人来的啫，施主相逢又何必问姓名呢？阿弥陀佛，施主请便，贫僧告退。喂大师，大师阿妹啊，吓你傻咗咩你？你是否幻神经？是否丹师成了病？睇你如痴如醉，有妄影，竟阿向真人追问明我姓，你是个幽难俗妇，竟变了罗曼。听啊啊听，快随我回家，以免意呀。就物有相同，你个丈夫又点会做和尚呢？你万不能把夫郎错认啊！系噃，阿妹，想你丈夫为着把叔父营救而向豪门奔走，佢点会流落喺呢处做和尚呢？如果你入去禅房相应啊，人哋以为你发神经添啊！悭去吧咧。调查究竟啊！
正，快正归边，唯恐妹你伤情足压颈。好心咧，可怜下我呢个大种嘅黑儿老啦。今晚真系扑街，只有这无奈，腹中阿实而空。算不如天算，莫非注定我哋要黑石谋界？害人终害地，报应有循环。兜完阿爸你将孩儿交还，阿乖弟你真系无解啦。何必自遮和自艾呢？当日夺产而成功，你不能将老母怪噶。谁料中途遇贼人，家财被人抢劫晒，相对更心酸。唯有乞食嚟挨世界挨，世界系咩仔？又夜妈妈添，黑都黑唔到噶。唉，不如揾块有瓦遮头嘅地方踎下，听朝早再次黑过吧啦。嘿，呢处系郊外啊嘛，边处有瓦遮头嘅地方啊？埋去嗰边灵光寺门口踎几个时辰，天光至入城黑啦。堪叹穷通得失，都系由命啊安排呀。
半夜敲门，你快把原因说得爽爽快快啦！大师，你是否是梅玉堂公子？在此念佛慈悲呀！哦，咁系又点？唔系又点啊？我反问你一声啊，你与梅玉堂嘅关系如何？何以你会问起梅玉堂咁奇怪呢？又梅玉堂是奴夫婿，你莫再闭门不纳，今夜好应该相会呢个苦命嘅群差。难得你仲有面嚟见我噃、啊。哦，真系好笑啦！我点会冇面见你啫？开门啦！你仲想我开门俾你呀、啊、唔該你喺门口冷死佢仲好过啦你。此乃庄严佛地，岂容你松抱头怀。何况你禅意呀禅声，莫再把殷勤来卖呀、啊。你真系咁忍心唔开门咯噃？都话唔开啦，真系唔开，唔开。只怕一时迟坏，从此再迟门以后失败呀。真系唔开，唔开啦。哎，我开啦，开啦，开啦！哎呀，唔好死啊你！哎呀，梅罗，阿弥陀佛，喂，唔该你放手啦，前世啊，放手啦！我把你个负心咯，你个无情怪！喂，唔好咁大声啊，俾人听见唔得了噶！我有万语千言，要闹你一个淋漓痛快！哎，我怕咗你啦。嗱，你起身啦，起身啦！惊动禅房之内，世数都情怀啦，起嚟。哎呀，何以我今日到此进香，你一见我就被入禅房呢？真系你呢个冤家过太咯！仲好讲你都算对得我住啦！你原来你难堪寂寞。你竟作红杏出墙，今日仲带埋个情夫嚟拜佛，哼！好在我亲眼见啫，唔怪得阿妈将你嘥啦又。你有所不知噶啦。长辫梳，
你今日同埋我嚟进香港为你传意啦，你千祈唔好误会啊！哦，乜你哋结义咁难咩？哦，唔通你咁都唔相信我咯噃？若果唔系嘅，我又何苦半夜三更嚟揾你呢？啊！一面之词都难谅解，既无人证啊，都未敢尽信你嘅心怀。若得同见啊，亲娘啊，方敢对娇妻谅解。哦，你想见你阿妈？系咯，慢啦。点解咧？又原来佢将我改嫁之后，哦，便与二叔二婶把全部家财夹带。唔系啩？你点知咧？又佢哋已把家财尽占，又何苦远走天涯咧？你唔信添啊？老老实实话俾你听啊！好在恶有恶报咋，佢哋夹带家财，在于荒郊的竟遇我嘅义兄。哦。把全部金银珠宝进行劫晒啦！哦，咁原来你嗰个所谓劫晒大佬系贼嚟嘅噃，咁佢又打算怎样安排嘅又？佢呢啲义物归原主，你又何必要连番自灾呀？快些还俗回家！焚香啊，念佛，又岂能与你白首同偕？出家容易归家难，不敢把清规破坏啊！我系都要你还俗噶啦，还佢唔得嘅咧，我唔还得佢嘅咧。真系奇，确古怪。我在梦中就闻得娇声嗌，声音出在后门，未必系山精和妖怪。又闻得启门声，惹起我思疑大啦。莫非有不肖嘅僧人，默若偷情咁腐败？禅房之内有灯光，人影一双就真奇怪。我呢个解签巡案官走去查明，将佢扮蟹，将佢扮蟹啊！喂，你哋嚟捉奸夫淫妇啊！哎呀，你个狗肉和尚啊！收埋啲女人喺指门系嘛？千祈唔好买，喂，千祈唔好啊！你唔好误会啊，香里，呢个系我前妻嚟噶。嗱，我哋光明正大都并冇不轨心怀。你估我真系解签佬啊？我原本系巡案马瑞麟啊，衰晒衰晒。不过为破案而化妆，假扮解签佬，寄于指门。今晚无意中发觉奸情。立即要将你隔挨。哎呀，原来是马秦安大人啊！唉，失敬失敬。唉，计我话和尚勾引良家妇女都唔使心啦。我主张将佢对狗男女斩猪笼。哎呀，死啦！杀一儆百，未知可否合得秦安你嘅心怀啊？大人，真系冤枉嘅大人，佢系我丈夫嚟噶。仲话冤枉啊？本官亲眼见到啊！一个是淫僧，一个是荡妇，押回衙内啊！本官自有安排啊！巡案大人清早啊，堂此事十分奇遇啊！昨
嘢冇得淫僧荡妇公亲审判，我等事后莫言辞。开，开堂时候。文如赤子，铁面实无私，八省围秦案，打他先。包博士，也炸过来，快把荡妇任真带上。你本是出家人，何以竟犯清规？快些品上奸情，不得含糊半字。大人，贫僧与呢个林姐相实为夫妇，现有状词在此，大人你一看便知啊。地休斩词，情杀之案。主斗言机，因财和喜，病狂心丧，颠倒是非，家祸二叔，铁枪受罪，酒中下药，出卖峨眉，家嫂阴谋，手段卑鄙，挑拨离间，挟款不菲，红尘看破，礼佛归依，禅房相会，智野观师，高原秦镜，判明是非，高原秦镜，判明是非。状词中所称二叔者，究竟是何人啊？吓，他就是梅亮清，现在监牢受苦啊，大人。原来案中还有案，案情复杂，惹人疑。有位衙差将梅亮清立刻提堂，待本官查明原委啊。启禀大人，衙门有一个汉子被三个乞丐纠缠，自称与此案有关，恳求处置啊！快把梅亮清与此数人带到，待本官分别审问，便知谁是谁非啊！八面宝塔，李全义。梅瑞堂，梁之芬，梅欧史，梅亮清。嘿，你们拉拉扯扯，斗战到公堂，所因何事？大人，你们梅瑞堂日前与家母妻室路经吴公岭，彼此求逃折劫，望大人起回赃物，更把此贼凌迟啊！你传意，在梅瑞堂告你劫劫难逃，本官要追问你赃物窝藏在何处？大人，此赃已物归原主。魏文苏姓错强赴约，请向物主林姐香一问便知。问声林姐香，是否有此事呢？赃款在何处？快向我禀知，我禀知啦。一个梅瑞堂，佢跌产陷牢，于不义。我家姑就系梅欧氏，呢、这个系瑞堂妻。搞风和搞雨，为夺产起阴谋，大害叔公佢行不义，
我父为洗沉冤，到京师求助去，起了二叔与家姑张怒来灌醉，改嫁入李家，醒来方知有此事。一时欲全精行得李郎全正义，仗义结金兰，待我如妹子，有日劫得财物归，双龙刻上回家的名字，合抱庆珠环，更替我寻夫主，尽香如夫郎。原来佢出家在灵光寺，昨夜送寒衣，才有误会起咋？哎呀呀，蛛丝马迹，减我忧虑呀！自由走江湖，扶倾济弱，爱把正义主持。堂上有两亲，佢话南大当分，我却自寻，唯独。冇命啊，风回佢一位失分之苦，起了洞房之夜不如飞，我起疑心追问前程亦不通情，佢嘅差仗义结金难，替佢找寻夫婿，幸得相遇呢位大师，我为合道劫隧堂，愿受大人处置。哎呀！莫信佢一面之词，我嫂是人话，佢背夫嫁全利呀，大人物受所遇，要秉公啊办理。佢哋情辞各真，不禁费力一筹除。回娘请在，你是梅家之亲，对此当可长言。犯人乃玉堂瑞堂之叔，当然知道家中琐事，因为他兄弟同父异母，玉堂乃是读书人顺良慈厚，其妻谢香亦是精悍贤淑，难免受瑞堂母子所凌疑。大人，梅良卿虽为我叔，
但系佢干涉我哋兄弟分家，佢嘅玉堂都系一窝蛇鼠咋。唉，阿大人，瑞堂心如蛇蝎，佢曾贿赂前任知府，诬陷二叔私通海洋大盗，可见佢不肖心居啊！正在束手无谋，忽然醒起我夫人数月前乘官船往天竺进香，在河上救起两个投江回家女子，佢两人现在被夫人收为义女，或者佢哋有伦常关系，不若叫佢姊妹出嚟，或可解决是非啊！人啦，快入内庭，请两位小姐到。娘亲是你父亲，快对义父说明回家争产事。义父大人，梅穗堂是我同胞兄长，呢一位是我家母，可惜佢母子为绝产而害二叔，骗大哥，灌醉大嫂，将他改嫁，所以我由家庭出走，与兰会佢投江自杀，真系有无限嘅伤悲。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！儿女今时一绝话，解决半年余困，瑞堂更有名何事？你害叔父。佢确系抵死有啊余，我话少得为佢无情，要把谁遗忘？且思，空气啦，老友记得我愿自身改过以后不敢作啊，打呀！好啦好啦，既然你兄嫂替你求情，可见佢海量汪涵，本官乐于成全佢高义。林姐香被迫改嫁，灵金一使可见折裂峨眉啊！李全义劫富济贫，尚属情有可原，本官开恩饶恕。玉兰与亮清呢对飘零妇女，本官愿为月老。玉兰与全义共结红丝啊！谢大人亲为老，何幸得结连理枝，事后改过自身，做一个良民。
地团圆骨的肉，分明我喜一点，让命也。